老爷，我起来了。今天有啥子活路给我安排水煎素？李西，菜市场买红鲤鱼、绿鲤鱼、鲤鱼与驴，还有那个刘奶奶，找刘奶奶买牛奶，刘奶奶给刘奶奶拿牛奶。刘奶奶咋个又要喝牛奶？刘奶奶昨天我才刚买牛奶，她今天又要喝牛奶。那个地方在三千有十四次和十四次，三个月十四次和十四次。要得，老爷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好厉害啊！